有了。比较开心游泳比较快。有的时候我比较慢，有的时候我比较快。明明就往下了，奇怪。
死，然后小涨，但是我们应该都可以了。你一定要卡到前面呢，往右哦。那我就连你一起拍，真是。我发好了，我要
冲去二十二，直走就到了。我走了，前面右转啊！可恶，冲冲，好像冲不出去哎，方向不对啊，冲力不够。就还好，我说前面现在这里有太阳，压住我了，压住我了，快要晒上来啦，太阳在动，太阳加油加油，走上去走上去，是云移开云移开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就是这一班就是这一班啊，就是这一班云啊，云跑得比我们快，又回来又回来又回来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它快要跑掉了。又要被版权宣告了，用干扰音，哇哇哇哇！歌词都不会。会不会化掉？不会。嗯，那不会到化掉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像刚刚那个屋顶的全部都掉下来。屋顶那个是有一开始就露出来的部分，然后可能是黑色吸热导致。有够热的，真的有够热。这样感觉。
觉他要把我们载进树冰高原，你不觉得这样该拍吗？就靠 Go For 了。来环顾一下，这下去就上不来了。差了一番，前面还有太阳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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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厚。不会啊，就过啊，他跑得很快，没有？是吗？他跑得很快啊，他现在就已经让他船在跑过去啊，这边，他在过这边就可以了。我们站在山顶等。不用山顶，你说上面？对的。我刚本来想拍的，现在这样光线不好用。但是很清楚哎、欸，其实很清楚。你说不要拿手机，你拿也 OK 啊。来，我来环顾一下。18。有脚印。是谁？是谁？怎么了？好远的，也看得到呢。啊，更远的，雪道对面的，全部都是啊。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啊，是的。Monster。好像大逆光啊，看不到。我知道我这样是大逆光。Snow Monster。现在看上去，你看。要从某一段开始，从某一段开始才能见度才 OK。好。上面下来的那条路看得到的，他那边已经快是清楚的了。我们要坐上去吗？那条路我们那条路首次可以看到那个、欸，要吗？要上去吗？上快蓝天了、啊。对，这样像上去好了。那就冲去缆车站了、喔。得呢，还是左边犹疑不定，左边要拍一拍吗？还是好算了，然后冲去了，冲去了。
欸，这个是雪洞欸，没看到。有啊，之前就有看到。它还放了灯呢。晚上会亮吧？给那些看不到树冰的人一点可以拍的东西。刚好下一班车也来了。
だからこうなってるよ。これもう散歩回しに変更なら重要じゃないか。これ帰れねえわ今日これ。そう楽しいやつだって。これが裏もいけんだよ本当は。わあ初めて。結構動物収入な。この狙ってるんだけど長く。ずっと裏行けるチャンスはもうずっとあんだもん、うん、ここ1週間ぐらいすごいね晴れろ晴れろと思うよ晴れ去那个
一边拍一边滑。哎，还算还不错了，还不错了。不行不行，左边这个也很长相好怪，现在突然间太阳就少了啊，地藏在哪？地藏在哪？埋起来了吗？只拍个头，我就是觉得它应该被埋的差不多了。OK 啊，没有，那是他的头啊，只剩下一个头啦。是啊，他不是有个红帽子吗？只剩下脸啊。
就用别的解放。正常啊，我的嘞，你的正常也很时间。好，谢谢。嗯，急呀急呀。你先走啊，你再走啊，谢谢。
过去回头拍上面这个方向的路。哦，你停在95附近，我会去90。后面的雾比较浓一点。
向才是面对那边啊。没了，没了。不对，我觉得你拿出来可能三秒就停下来了。那你拿，我是对他没什么信心啊。声音什么的你也都听得对从都听得出来齁、哦、怎样对啊就是灯跟声音你都听得对齁、哦、先下去
冻掉了、啊、冷冻了。对啊，因为是啊，太冷了、啊、所以你中间也不知道录了多久。我就觉得那么久你都，它真的能这么久吗？还是它三秒之后就无声死亡这样？好啊，还有要上去吗？没有吧？看你啊。我觉得就这样啊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要再来一次的。要再一次吗？好像不用。那就切黑鸡去横仓。黑鸡中间某个地方要往右切。又是名字小，同样的人呢、欸？对啊。那就在这里收啊。你说你要收什么？我要收东西啊。OK 啊，不用站很边啊，这里大家都没有动力，大家都是用推的。好，我想看一下，你可以等我。好啊好啊，我想。你要插着看也 OK 啊。我就算插着看，我也完全没办法看、啊。嗯。你可以帮我拿手套吗？啊。我手套顶不住。什么手套顶不住？他没有办法穿在宽裤的。没有办法。浪费我有带他出门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撑得了几秒。来，我看看，看一下，不然会差点要甩我，那就比较严重了。好像之前是差了之后他就会充电了，叫醒他。有声音吗？三秒，不是我故意很快，是我就觉得你不就嫌我刹车太慢吗？啊？他说他凶帅。啥？哦，太阳又来了，我拍一拍。他又关了，他又关了。直接连堵都不行。拍照，手机也没电。啊，你的手机也？22秒。哦，好了，22秒就22秒。还录到22秒，只是22秒，你看还要喊我，在这边跟你很难。可能还没开始吧。然后连我的手机也都没电。给他睡袋。啊？给谁睡袋？手机啊。手机应该是刚拍照，拍太高兴又冷到了，然后他又叫阿星，还没好、啊。好、嗯。有刚刚为了拿这个奖，摸我的手机，其实还好没有摔倒，不然我手机会飞出去。我的手机是没有那个，还没好。没有什么。好了，我会跟你。你的手机没有什么。没有拉拉链。哦。嗯。教练跟这两个人讲什么？要让他穿衣服，他刚也扔到。这是要放在台东西吗？不是。也是哎、欸。啊，有。这个外国大胡子还有拿，也是。不是欸，这整套的、欸、拍一个女生，对，拍她的，然后教练带着，其他人收音啊录影啊什么的，还是那是那该不会是认得的，对，日本的
有名的什么？去海基，他的头上长草，前面那个人的头上长草，是草吗？看有啊，对啊，最后还是通到那里，所以是直直往下滑，继续往右滑才对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滑下，所以就不要去切的路了，不然我们要推了。是这里往下继续 ，OK。
横昌自闭还要推过去呢。啊，因为他今天天气好啊，是天气好去走啊。走啊，走横昌自闭吗？是吗？你是说雾的？这下面不会雾了，只是上面推要花力气呢。花。难道天气不好，天就不用花了？一样要花了。累死了。会站上去就怕怕的。不会，我猜跟那个联络道。Course A 差不多吧。拍一张照片。就是长这样。你真的要下吗？哦，好吧，我要花久一点。什么叫秃？一颗一颗的啊。啊？你是说乱雪吗？就是凹洞。他应该不会有人在这里做那个。我也不知道去哪边了。跟那些人一起走吧。往前直走。或者是去右边那一个缆车。那我要先走啊。你先走啊。哎，看上去还好呢。下来之后就觉得跟那个 course 差不多。啊？就这样而已，没了。不知道，走半边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要我先下吗？不，等他们先下。哦，我不能让他们走，我要走右半边。好啊，那你去吧。右边应该比较陡，右边的下半部应该比较陡。
哎呀，很骚啊，很好啊。我 OK， 你继续滑，我就会滑。好厚的雪，很安全的感觉。对啊，我试图后退。嗯，我要喘一下。哎呀。现在开始我都可以下了，但是我要休息一下。
又要吗？好，我知道啊，我刚的弯都是这样来的啊，但是现在又很不想转啊，就很不想转啊。不过这里真的很安全，就是了。对啊。你要冲吗？我还要下到你那里才要冲。
你说什么？是啊，是啊。